是非常唯美的星空史莱姆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一款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漂亮。拿出来之后你们就会知道有多漂亮了，真的超美的。超美的对吧？然后它很好搓，然后也很好拉。一个史莱姆基本要有的东西它都有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哦，这样才可以看到我更多更好的影片。对，那它非常好啦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。那记得按订阅按钮隔壁的小铃铛，那我每次发影片你们才不会错过。对，然后呢第二款就是这个有水晶的史莱姆。这一款我觉得它的我没有那么满意它做出来后的成果，可是还是 OK 的，我看起来还是蛮梦幻的吧。对，我蛮喜欢这一款的，也是非常的好啦，然后它透明的地方有做到蛮透的，我也蛮喜欢的，只是它的水晶弄到我有点难戳那个史莱姆。可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订阅的话才可以看到我更多不同类型的影片，还有就是免费的哟。第三款呢就是一个我比较没有常用的颜色，就是一个黄色加橙色的史莱姆，那我加了很多闪粉在里面，因为我也觉得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加起来也是非常的透，非常的很像那种夕阳西下的感觉。是非常的好搓好啦，还有它会就是它混合后的颜色是浅粉红，蛮浅的，也是蛮漂亮的一个颜色，我超爱的，我最喜欢。你们认不认到其实这个不是第四款的史莱姆，这个是第一款混合后的史莱姆，我觉得它混合后还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们展示多一次它有多漂亮，也是如你们所看的非常好拉，非常好搓。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， 可以就看到我更多的史莱姆影片，也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我的东西。那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啦，因为我有 po 蛮多的史莱姆影片在那边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